如果不是亲眼看见，我从来没想过姨妈会要了她的命。姨妈痛了七个等级，请你照顾好她。毫无感觉，五人距离八百米，文能炫十支冰淇淋，冒出的痘痘让她很苦恼，她的情绪开始不稳定。当她捂住肚子的那一刻，她的痛苦就开始了，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，小腹像坠了一块巨石。这时候啊，赶紧泡一杯红糖姜茶，给他贴一片暖宝宝。他连一句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一上午去了五次厕所，每次都要很久。宝宝，你怎么样了？这人简直是个腰腹痛，就像洗衣机在肚子里开了滚筒模式。宝宝，你还好吗？吃了药只能缓解一点。他说就像一把钝刀，又快又狠的在砍他的肚子。他浑身发抖，甚至伴随间歇性的呕吐。半夜疼到睡不着，喘不过气，痛苦甚至模糊了他的意识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这时候你应该知道做什么。喂，120吗？我从没想过姨妈痛会让女生进医院。愿天上女生，再无姨妈痛。